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都跟怎么回事？咋的？怎么这样了？你看看这多高了啊！几位既然来了，我估计我想下去，下去不成了。还想下去吧？还想下去不成了？怎么回事？那咱下，那咱下去吧。到底什么原因？算是逼婚。逼婚？逼婚催婚。催婚？父母是吧？没有对象怎么请？哎呦，你这都是一本大学生，你这是不为这点事儿，你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？事后了解，该名男子系89年出生。大学毕业，毕业之后连续换了好几份工作，也没有好的归宿，加之家庭的变故，仅和年迈的奶奶生活，因奶奶多次逼婚，导致了除夕之夜有了轻生的念想。最后在和大队领导的共同劝说和安慰下，该名男子恢复了平静，他也对自己的这种轻生行为表达了歉意。随后我们联系了该名男子的家人，并将其移交到辖区派出所。